好啦，正好。我觉得露营就会让我们有一种叫做沉浸式的体验，近距离的和大自然建立连接。喂，哇！点火的那一刹那，然后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着它，闭上眼睛，我很享受。露营的就管这个叫火晕。你在家不会看着一个火，但是你在露营你就会很享受，听燃烧的声音也挺舒服的。在海边发发呆，然后玩玩水，玩玩秋千，那一刻就感觉那个时光就属于自己。海呀，天哪，相聚在一起，就是活在了大自然里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感觉。走走，那边那边去，走走。海是我的最爱，露营就是一种挑战，是你去享受这个意义。我有海风吹着，然后躺在那个躺椅上面，整个人是很惬意的。每次见到海的时候，会让我觉得很平静，很放松。